这本来的法就是因的法律。所以因在因的日常生活中间，人甲人的关系啊，遮的拢总包括伫这个律法的内底。所以因无另外有一本法律，你像咱伫台湾伫美国间拢有一个法律，啊，然后有一个圣经，啊，对犹太人哦，这两本是共一本，正义甲宗教并是做伙。啊，当然本来是宗教甲法律，信仰咧传正义啊，信仰咧传正义，啊，所以代表。啊，伊是撒母尼甲我，啊，代表是一个君王哦。哦，当然，伊当时也是君王，后来做君王。啊，撒母尼是一个祭司，是一个士师，是一个神职，是一个宗教方面的人。所以，代表要做王，就一个宗教方面的王来解挂念，表示是信仰宗教的传承。啊，总是吼，宗教无啥物关系，政治无关系。政治不利益啊，所以到尾啊，就会变作讲是政治来咧利用这个宗教。差不多三十年前，会当教会大部分拢有幼稚园，可能咱真侪兄弟姊妹拢知影。咱离开台湾时阵，足济足济台湾教会拢幼稚园。哎，这经营幼稚园，其实本来是为着要传道理啊，为着要传道理啊。咱讲传道理，啊，当然大人咱嘛要传。不过这囡仔吼，若安尼。咱甲招来教会所在，啊，甲伊教育，啊，伫这教育个中间，先煞甲传道理，啊，甲塑造互伊做一个真好基督徒，啊，这真好嘞。啊，唔然好吼，咱阁交钱，这爸母交钱送囡仔来互你传道理，哦，这上够好。所以大真济个教会拢有啊，设一个幼儿，啊，这就叫做某某教会附设幼儿。啊，不过有个教会吼，这幼儿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多个。教会的信徒也无啥真干，所以到尾啊，煞变作是幼年来咧饲教会，教会所有的维修啊，幼年出，因为都用钢筋嘛，用钢筋嘛吼，伊合班都伫礼拜日，啊，即卖若分班都无吼，带出去教室，啊，有当时啊是幼年较好，也所幼年起真济啊，即幼年个教室啊，换礼拜是换出去有咧幼年教教室来生，啊，所以有个教会是变。幼年变真大件，啊真好个，啊会当付教会大部分维修的钱，甚至有当时啊，差无细薪水嘛，幼年咧付伊着挂个当时我着领幼年的钱啊。啊，所以哪来哪来，幼年哪来哪去，因为有钱，因为有钱，所以有当时啊，说幼年会来管教会。老师啊，你去家遐注意无？老师讲吼，恁注意个袂使过来着管幼年个教室，啊，讲个乱七八糟，讲坏事个来上。变作是幼儿附设教会，本来是教会附设幼儿，为着要传道理，因为幼儿有钱的缘故，有一小部分的幼儿大教会来管教会，叫教会袂使去甲伊管，叫教会袂使去来用因的物件，因的物件，变作是幼儿附设教会，啊，咱个经验就是这样。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本来是宗教的领导。这个政治总是政治有关的、有利的、有利益的缘故，变作是政治的利用宗教。咱今仔日有看到一挂战争，真侪人咧问讲：啊，这宗教战争这是要安怎吼？啊，这美国信基督教的，啊，这哦，这伊拉克信回教，啊，这宗教战争，其实这不是宗教战争，这是现代版的圣战。现代版的圣战就是讲，有个人是用圣战做名。实际上，这是政治，这是政治，这甲宗教是也是无关的，是因为政治的缘故，啊，我用宗教来做借口，用宗教来做我的口号，这是现代版的性质。啊，犹太人到后来，伊往走入去这种的路，伊往走入去这种的路，所以伊会走进迫害教会。这个迫害教会其实是当时因有一个叫做比赛亚的运动。一个比赛爱的活动，啊，这个比赛爱的活动本来原来是一个宗教活动，因为因咧当比赛啊，咧当救助，啊，这种比赛啊，这种救助本来嘛是一个宗教上的，啊，期待上帝搁一边找一个比赛啊，啊来带因啊定心来敬拜上帝，因本来是咧当这，啊，后来当然这个不干，所以到新约时代就是认为讲，这犹太人因相信讲。咱只要伫二十四点钟内底，所有
爱转修佛法。伫二十四点钟内底吼，拢总毋通违反佛法，安尼生比赛也无够，因相信这个代志。啊，所以遮个比赛啊运动的人，伫斗着遮个行动的人的时阵，因就是用真强烈的方法去咧推行佛法，叫所有人拢爱遵守佛法，所有的犹太人拢爱遵守佛法，啊，袂使不遵守佛法。你若不遵守佛法，我甚至会当牙膏要甲你砍。因甲这个一行动是甲做伙，啊，因咧期待所有犹太人拢遵守佛法，比赛啊，一干。即摆问题是，因咧讲这个犹太人爱拢遵守佛法，是有包括教会的。因为当时上代先开始的教会部分是犹太，所以这犹太教的人因是把教会看作另一部分啦，所以教会变作是另外。啊，这教会吼有三成侪，都是真侪教会有接受罗马，有接受罗马啦。啊，特别保罗即摆去的这个所在是大马士，大马士这是一个外国的所在。啊，这种外国的教会，伊特别会较会去蹲这个罗马人，所以接受罗马人来伊个教会中间，这对这个较正统的犹太人讲是比赛者，因为因认为罗马人无清气，罗马人无清气，入来到伫教会，入来到伫甲犹太人人做伙的时阵，会互犹太人的团体变作无清气。啊，这个清气甲无清气，当时犹太人是看作第一重要。化作第一条，啊，所以因就是讲，都是拢只个教会害，去接受这罗马人，害咱犹太人的团体变作无清气。咱安尼认真到要害去，努力到要害去，期待二十四点钟的内底所有的犹太人拢啊破坏破坏，啊，都是拢恁只教会来破坏他。所以因的因迫害这个教会，是因为因接受这罗马人。啊，这个比赛啊，如果因本来是来当一个宗教的领袖。我咱知影拢因为因宗教甲政治是做伙联合，所以后来这个比赛啊的运动，唔是干呐咧等一个宗教领袖安尼，伊嘛咧等一个运动，伊嘛咧等一个政治甲军事的领袖，因为因期待复国，因期待复国，所以政治又搁甲宗教又搁甲政治又搁甲做伙，啊，这个代志甲保罗是袂关，但靠保罗伫今仔日这段圣经传内底，伊去找。这是讲，甲你我一挂人，我来台马是吼，我听我听一挂基督徒，啊，就是专门咧，才是这种罗马人吼，害咱的犹太人的团体无清气的这吼，我来去甲伊修理。啊，你我一挂人，我出来我来甲伊修理。那这高官我都甲他办下来，啊，互你处理。到时保罗伊对信用做得真仔细，嘛表示伊对正义嘛真正好，这是一个原理啦，我爱当出一点人。我会当带一群人来去甲我对应啊，吃面啊，然后那一边成功，第二边我就带搁较侪人嘞，第三边带搁较侪人，过来我就会当选入去立法委员，啊，立法委员若选了，可能我就会当选总统。表示保罗的决心，表现伊的宗教，搁表现伊的正义的气度的中间，所以这个甲着伊的比赛啊的迄个运动是。真侪人想要复国，保罗也想要复国，所以大家做伙，即保罗伊个正义意识，保罗伊个正义气度，保罗伊个正义理念，即个含义无法度去明白耶稣。啊，若无伊是一个信上帝人，伊是一个哈尔加有学问的人，伊阁是一个肯甲伊所信的物件行出来一个人，伊太难，无法度去信耶稣。是因为伊的心内底有正义的气魄，有管理的欲望，有遮物件，甲伊的心底下，所以无法度去击败耶稣基督。这就是所谓青青保罗伫这个所在有青面嘛，这个就是青面，青面就是无看到，是安怎无看到？因为伊的心已经互遮政治，已经互遮社会，互遮权力。拢甲伊低调的，拢甲伊炸掉的，艺术家伊实在是目睭开开，毋过都青，毋过都青。所以咱来看圣经，伫这个真要紧的转变的时阵，圣经。